你屋企有冇试过装修啊？有啊，我有，系洗手间啦、睡房嗰边都有。我想啊，有厕所、厨房，冇，唔太知。以我所知，应该冇。小型装修唔需要报噶嘛？咁呢个系小型啦，应该，因为佢唔影响单位个结构咯。呢个我觉得佢系咪讲呢度唔算系中型咯？得唔得啊？大型嗰啲咪叫起楼，算系小型工程咯。因为呢啲间长嘅物料，如果佢系重嗰啲，就应该要通知屋宇署噶啦。算嘅，但系通常都唔会报屋宇署咯。哎，呢一款嘅话我就会，我觉得系应该就属于大型添嘅。哇，我认为是一呢一个出边呢个咯，佢可能会牵涉到要封路之类嗰啲嘢啩？梗系呢个啦，因为佢系原地式同埋系有关公众咯。嗰啲都危险啲喎，有人行过成噶嘛，成日都。如果比較複雜啲，就會可能街呢個，始終都係人比較多少少，兩種都複雜。但其實兩個都係咁複雜。我第三級唔失禮，你哋。我第三級唔失禮。跟翻呢個政府規定嚟做啦，咁其實都係好嘅。如果有小型工程嘅話，就要講翻俾屋宇署聽啦。真係好開心啊！